黄月欢、袁文俊、陈洁平主持。其实我哋作为一个管理人咧，咁你又唔可以样样嘢等佢发生嘅，咁啊呢个就违反咗管理嘅原则噶啦吓。咁、其实我当我准备有个心愿话回翻去呢、这个社区服务工作嘅时候咧，咁我已经开始一路系同我周边嘅人去讲咯。特别咗我遇到一啲已经系服务开一啲 NGO 嘅一啲嘅慈善机构嘅朋友嘅时候，亦都同佢提咯。咁变咗系已经系铺咗一个信息出去咧，系有一个咁样嘅行动将会发生啦。下一節我哋就講咗好多你入 NGO 啊，咁你最初咧去做嘅時候，我就又中意問呢個奇怪問題，會唔覺得唔習慣咧？我諗你以前咧做商界嘅時候，可能入翻工老細咁樣啊，啲手下嚟咁，應該好開心咁啊。咁但係而家我諗你入到 NGO 唔會一踏入門口，咁啲同事嗌你老細咁樣，即係或者會咯，我唔知啊，會唔會頭頭好難適應咧？我谂适应就即系预咗，一定要有一个适应期啦。咁、我一直都心谂就话，我以前间房咧都几大嘅，即系喺商界嘅时候。咁我去到 NGO 度工作嘅时候咧，就我谂我以前真系写住台大局嗰间房。咁、okay. 就系一个几大嘅转变啦。咁、我仲记得就即系。真是甚至冇自己嘅房啦，你都系喺张大台度同几个同事就 share 嗰、嗰张台嘅一个空间去自己做嘢。咁嗰、个心理系要有个平衡嘅。咁、嗰个其实就话，你当你知道自己嚟呢度系服务，我哋以一个服务嘅形式去做嘅时候咧，咁变咗个心态就可以掌握得到咯。所以头头都即系觉得，唉，即系其实都要企得稳噶，要企得好稳噶，因为会有一个感觉就系你，过往系，即系甚不至于万人之上啦吓，都千人之上啦吓，咁系而家系去到即系。自己乜名名做晒嘅啦，咁我好多学翻嘅，即系打字啊，做 Word 啊，做 Excel 啊 ，Spreadsheet 啊，即系自己从头学过嘅，而且识做。昌，你 exactly 你系讲咗 Peter Drucker 佢同大家分享咩叫做 second half of our life， 即系我哋人生嘅下半场嘅时候系点样？咁佢讲过就系话，有几个理解嘅。咁有啲人就可能係轉第份工啦，咁、有啲人就係話即係做第二樣嘢啦咁樣，咁亦都有一個好新嘅一個維度去睇呢樣嘢咧，就係、話所謂社會嘅企業家 ，social entrepreneurs， 咁你正正就係搭咗喺呢一個崗位度，咁你覺得如果作為一個 social entrepreneur， 同你以前嚟講咧，即係有冇啲係難度，有冇啲係即係有啲嘢又？但係唔係喎，有啲人用得翻落去喎，咁樣，因為我覺得好有趣，就係點樣由人生嘅上半月跳落下半月，就係即係參與啲社會工作啊咁樣。商界會好重視嗰個 result， 嗰、個最後嗰個能夠交出啲乜嘢嘅成績出嚟，最終嘅成績交出嚟。相對咧一啲嘅社福嘅機構咧。會係比較重視個過程嘅，咁啊喺過程之中，大家慢慢嚟啊，又唔好太過令到啲同事難堪啊，咁樣一步一步咁嚟。咁同埋有陣時對於嗰、最終個成績嗰個掌握咧、究竟我哋想要乜嘢嘢咧，係、未必揸得好準確，特別數字上，譬如我哋商界就好簡單嘅、你卖出几多架车、几多条船，达到几多个银码嘅营业额，咁呢个就系你个目标啦。咁但系喺社福机构咧，追数嘅咧都要讲紧筹款嘅、社福机构会比较弹性啲咯，即系追唔到都 OK 有理由。咁啊，可以即系，因为大家对嗰啲数字系相对冇咁敏感嘅。咁呢个系。要有少少改變嘅地方，咁除咗呢一方面咧，即係你覺得應該做得更加具體啲，具體啲同埋係比較要執緊一啲咯，呢個係比較我觀察到嘅。第二要留意嘅就係話一啲社福機構咧，
都係一啲好有心、非常非常有愛心嘅一啲嘅專業人士，佢哋付出咗自己嘅時間去成立咗出嚟。咁成功咗一段階段咧，咁呢個機構開始壯大啦。咁變咗由一個幾個人做義工咁樣嘅服務咧，去到係比較人數多咗，做嘅亦都開始慢慢上規模，由一個點去到兩個點啦，由一個服務去到比較多啲嘅不同嘅服務工種啦，由自己揞荷包到開始出外邊募集捐款，即係其實係由一個真係個人嘅有心嘅熱心嘅慈善團體，變成為一個公營嘅一個公眾嘅一個個服務團體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轉變咧，嗰班創辦人要揸得比較開放一啲，即係有陣時我哋點講，呢、這個 baby 係我湊大嘅，咁我要，但係我要開始，因為佢長大啦，我哋要識得放手，等佢自己行，同埋要等老師教佢噶啦嘛，等 professor 啲教授去教佢，就唔係自己教曬佢噶啦嘛。咁其實就係話，喺一啲嘅社會機構裏面咧，個現象就係話，當我去到一個地步嘅時候咧，佢應該係將嗰、那個管理嘅工作啦，交翻俾一啲係管理經驗比較充裕嘅人士去帶領，就咁樣變咗就會係行得順啲啦。其實我覺得幾似咧，即係譬如話有啲創業家咁咧，咁佢可能頭頭就係自己生意啦，但係當個生意越做越大咧，其實都要去企業化，要有個企管化，咁就開始即係請咗好多所謂叫做 professional managers。咁其實我咁聽，其實即係好似對 NGO 都行嘅路都係一樣啦。你呢個比喻非常之貼切，非常非常之貼切，就係由一個家庭式嘅生意擴張到一個係企業式嘅經營嘅時候，咁你一定要第一個、那個家庭成員要開始肯放手先，第二就要帶領一啲嘅企業嘅管理入去呢個企業裏面咯。咁喺你嘅即係呢段時間咧，即係同唔同嘅 NGO 一齊去 work 嘅咧，你覺得其實你過去30年喺商界度嘅經驗，即係邊樣嘢最實在？你覺得哇，即係我帶到入去，真係可以 turn around 咗成個做法嘅咧，你以前就話：，我打即係派6个月、12个月 bonus， 咁但係你而家唔得咯。第一樣嘢咧，我覺得就係、focus， 呢個專注點係好重要嘅。好多都係一啲嘅專業人士，但係喺管理方面咧，係未必有佢嗰、那個、相對嘅認識啊。咁變咗咧，有陣時無論開會啊或者服務多方面比較會散啲啊，樣樣都想做下，樣樣都講下，咁變咗咧就會係比較係冇咗個專注點啊。更加如果係要擴張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四方八面都擴張，就變咗係個資源唔係咁集中，咁反而喺呢方面我哋就要係帶翻佢去，無論開會嘅時候啊，同埋擴張嘅時候，都係要比較係集中一啲。咁你會唔會即係專登？你頭先講請人啦，即係又揾翻啲最熟悉嘅人啦，咁樣。咁譬如話喺呢方面，你會唔會覺得調翻轉就係揾一啲出邊嘅商界嘅多啲人入嚟咧，定係點樣？商界嘅同事一定係有佢嗰個專注力嘅。亦都有嗰個一定嘅管理嘅經驗，呢、這個係好嘅，我覺得，因為其實係兩樣嘢嘅，一方面就係有管理嘅專才響處，另一方面就有服務嘅專才，服務嘅專才就係、譬如你係乳癌嘅，咁就當然一定要有醫生啊，我咧就覺得哇，依一個我哋可以一間再傾多啲，咁我哋喺個 break 之後翻嚟，我哋再長談啊。管理跨時代。